没有，我没我不经常。他们主要是星期一晚上，我星期一晚上没法。星期一我和周末这儿人，周末有时候有，不是经常。什么玩意？不，他就是这个是每天都开。但是他挂这个羽毛球网子，就是说每个星期一晚上还有星期五，2次，还有周末，还有周末的时候，周末有的时候星期六、星期有的时候星期天，好像不是所有的，他有一个表，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下载。OK， 编号一六六千站员，就是这个光线不太好，尤其面对窗户，他应该把这个，他应该把羽毛球能。乒乓球这光线要求没那么好。啊？这里面乒乓球。其实他的篮球。哎，你们家旺神练多长时间了？每个星期几次？每两次。啊，那还挺累的，一次一个小时吗？一次半个小时，4个小时。啊，4个小孩。就每个球得分21吧。